正在进军。 帅。 将陷阵杀敌，一马当先。三招之内，必尔等性命。三招之内。 传到加鲁去了，然后还被打死了，不是血赚。
看这个血量好像不错，是满血。动。是。反杀了一个。小闪了没他？大步齐心，龙飞翔。还可以啊，我会拉呀。显形。看守。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拜拜，用不上了。干嘛，兄弟？没回家的。这么拼。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干嘛呢？又在约。跑得好慢，那人手一个鞋子，感觉这是我追不上他们的原因。我也买一个。啊，我的蓝被谁偷了？
马上死。末将，你将现身杀敌，一马当先。我走。没有坐骑，子龙亦能七进七出。一片赤胆迎乱世，手当长枪定江山。先吧，我乃少林宗师爷。加油啊，替我报仇，我动了都。哎，不该送，拉不开了。正在进军。这样我的任务完成了。末将，你将现身杀敌，一马当先。我怕我受不了。正在进军，这也保不了我。单挑，真的，在这里。末将，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这怎么洗了？不能这么洗掉。尔等休要慌。一片赤胆乱世，手持枪定江山。单带不过了，早就被打趴了。末将，你将现身杀敌，一马当先。
正在进军。啊，龙给他了，来二。末将，你将陷阵杀敌，一马当先。能不能别把自己搞死？我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末将，你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还行，不算可以，中。奥迪都快爆炸了。干嘛啊？一片赤胆平乱世，手中长枪定江山。哦，你线不带了，你让我带。上来，上来。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打打打打打！战斗到底！哇，对面也很强势。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辱使命。再带一波，来得及吧？来不太及，回家算了。发大了，明天。末将，你将陷阵杀敌，一马当先。一片赤胆平乱世，手中长枪定江山。
带细菌。哎，别乱跳！打大龙，不死不行。让他们动，他们打。漫天飞雨。再干不他。还能接着打。来，站。战死了，被打我脚痛。不够硬啊，可以不能一打五，侠有穿甲了。正在进军，没关系，下波我双挣，并且这圣其实挺厉害，打团我们还是就是有人会死的。大风起心龙飞翔，我不想救你们。躲了半天，一个技能没躲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我好惨哦，末将定当尽力而为，不辜使命。我的追他，妈，那追刀吗？绝住了！一片世代平乱世，守住长枪定江山。他没有追到。哎，慢！漫天飞雨，末将将陷阵杀敌，一马当先，打不过，快跑快跑，仓皇逃窜。正在进军。那侠也杀不掉，
在下路他打不了。也许是我改了。你寂寞吗？我可以陪你。让我看看你的痛苦。一切都交给王子明吧。寂寞，我可以陪着你。
圣天堂，再见。曾经我痛不欲生，现在我却欲罢不能。来，到不了六十。哦，那个，不行。表演结束了，小伙子。六。欲拒还迎。直接冲！失踪人口回归，这是谁？你需要放松。未知的事物是无限的。就是这样进来的，放下剑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眼。你寂寞吗？前方只有200块。是为什么？鳄鱼没大，又是死鱼一条。我喜欢看这个。我的爱，潜伏入骨。天黑好办事。Thank you.
是吧？感觉很顺啊，队友都这么强。爱上两个人，黑暗中我们的老鼠怎么死了？这种饥渴很困难。龙丹也死。你寂寞吗？我扁鹊呢？也应该在上吧？看他能在哪？一切都交给你自己。有眼了这。压死多人啊！没事，我欺负他们 AD 去。冰，你看不过吗？你滚！从前只要一点疼痛，我要对你做一些事情。因为血腥。我伤害不太够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伤害的不低呀，哪里出问题了？我十级，两个八级的 AD 死掉，守护者加一级，秒飞。你需要放松一下。
是这般亲爱棒，下路营，好消息。北庭神龙选中之人，不惧世间任何风波。啊！这没 Q 到，给他。啊！早饭跟之前不太一样，为什么拉不过来了？剑姬没闪，让闪现弄我，但我们两个伤害不够。我被选中是为了决心正。
离上路远一点。这阿克上过来，身上没眼，把我死掉了。好，这阿克上。我没有放弃我的魔力，敖星也不会放弃我。专注。哎。其实他一开始打那个能量，然后一开始跑了就跑，他又回来了。动他呀，行不行？你再等等。等等等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！上路的对线出问题了呀，打了三十刀。上半区我去不了。
动摇。专注开始，来吧！哇 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躲起来！漂亮。好猜呀，召唤吗？小号妈一技能用哪去了？单杀站起来了，为什么你又省分了？妖姬看我一眼，对，卡尔玛蒂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便是胜过一切。干嘛的？一打三也不认识他。我不知道。不想玩。快醒醒！我是荒野的守护者。
这样能把我杀了吗？我真没想到他敢上，我怎么力那么多？神类、野兽、瓦斯塔亚，这些名称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你要去哪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是。我的族群名叫帕卡，就在这里玩吧。只有外来的猎物才会叫我们卡奇达之。我要把你们这些铜骨头统统逐出这片土地。哎呀，让他呢，他再跟我让人走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我照着那些村民的样子，去，这双手还挺有意思。好了，漏了。我永远是母亲怀里的孕妇。猎物来了！现在都刷不动野了，他还能刷。我看一下，他刷一个掉了，会掉多少血？尽管。喂，
条腿走路，一开始挺别扭的。啊，这标不到人就算了，还标不到你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长矛是用盗猎者的骨头改的。把那个人咬死。后代是我们的未来。本来想杀两只的话也不算亏，杀了一只的话我也就白死。白白牺牲。观察聆听专注。接下来轮到那些闯入者。看一下我装备好，谁你都干不过。一点都不会让步。从来没有疑虑，不计后果。母亲的惩罚浸透了受持兽的血。Killing spree， 站得很稳。Shut down。这里怎么有只听到你？
三声却脸色不太好。那怎么办？只要在这里晃。干嘛呢？走一走。我只取我需要。请指引我救命，就像我曾经那样。你死了，可是你懂的吧？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保护大家。就是我的猎物来了，脚步清晰。哎，这个脑残没有那么脑残，这就来了。闪到那个里面，别吓我。